者吴志伟台北报道，台视新八点当晴碰上入冬最强寒流，他不觉得困扰，反而开心地说，虽然很冷，但是天气很好，这绝对是一个好兆头。张艾亚虽嘴上笑说完全是抱住看戏的心情来看吧，但还是语重心长地说，知道他要跟这么多厉害的演员合作，心里有些替他的捏把冷汗，希望他演完这部戏后会有不一样的火花和蜕变。随即画风一转强调，我对他的表演是不担心了，就是比较担心他的台语。为一拍情分，第一场戏就遇到寒流，师姐张艾亚特地探班送保安小物。台视提供为一拍情分，第一场戏就遇到寒流，师姐张艾亚特地探班送保安小物。台视提供。